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Thank you.
天父，我们同心的敬拜你，你为了我们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来救赎我们，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与赞美。今天我们虽然在网上崇拜，但我们的心是仰望你，是敬拜你。在这段期间能有这种机会，感谢赞美主，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使总统的宣誓就职时间得以和平的方式举行。愿主使新上任的总统，他的决策能合乎主你的心意，疫情能够得到控制，国家能以稳定，这一切都在主你掌管之下，有主你的美意在其中。现在整个世界疫情的情况已经达到一亿的人受到感染，我们真的体会到主你回来的日子近了。主啊，你用灾难来警告世人赶快离开罪恶，回到主的身边。求主监察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迎接主来。在世上的生活，我们的一言一行能够见证到我们是属乎主你的人，能够发出光和盐的功能，引人归主，而不是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求主赐福你的儿女们能广传福音，引人归主，给别人带来主你要赐给人们的福分。主啊，让我们谨慎自守，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信靠顺服主，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来讨得主你的喜悦。这段期间我们面临的困难，求主你亲自安慰和供应。身体软弱的，求主你医治；心灵有重负的，求主安慰而增加力量。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依靠。虽然我们面临苦难，但主你应许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感谢赞美主。新总统就职的演说中用到主的话语：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愿神的话语能够激励美国的人民回归到主的身边。神的话语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感谢赞美主。恭敬将今天的崇拜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使用李牧师亲自与我们说话，祝福今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弟兄姐妹大家好，再过一个礼拜就是要过春节了。那么感谢神保守我们过去这一年来，虽然不容易，大家都在疫情当中，那么呢但是我们仍然看见神的恩典在我们个人身上，或者是在教会身上。所以我们要常常带着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
来歌颂他，赞美他。那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教会今年我们用以弗所书定了一个年度的主题，这个 年度的主题呢就叫做揭开基督身体的奥秘。那也许有的弟兄姐妹会觉得我们已经快要一个月了，但是我们究竟这个基督身体的奥秘讲了多少呢？那我要告诉弟兄姐妹的就是不要太心急，因为神的奥秘不是用我们人自己的聪明智慧可以两三下就能够明白的，我们要慢慢的透过神自己的话那么来向我们启示，好叫我们可以更多更深的来明白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所预定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得着的福气。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了这个我们得到神救赎的恩典，这样的恩典是怎么样子的呢？那我们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分五方面来讲，今天我们只能够简单的复习一下。我们提到我们所得到的都是来自于神的赏赐，这是神从天上所赐给我们的赏赐。我们讲到我们就好像在奴隶市场的这一些的奴隶，从灵性来说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需要有一位无罪的人来替我们赎罪。那当然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来替我们来买赎。但是神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命牺牲，他救赎了我们，因着他所流的宝血，我们能够将我们所有的过犯罪孽我们都交在神的手中，神用他的宝血来将我们遮盖，并且永远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我们讲到我们是一个污秽肮脏这个满身罪恶的罪人，我们是没有可能明白基督这伟大奇妙的计划的。唯一我们所能够知道神奥秘的，那要透过神的启示，透过神的光照，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和感动，那我们才有可能来明白的。但是感谢神，他把这一些的恩典给了我们。今天不管你是任何一个种族的人，不管你的皮肤的颜色是哪一种颜色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不论是犹太人，不论是外邦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可以合一的。那保罗呢，其实在这里他并不是要做一个很深入的神学的主题的探讨，他是要透过我们去思想神给我们的这些恩典的时候呢，我们会像保罗一样就从心里面油然而生的呢，我们会对神发出我们的颂赞，发出我们的赞美，为的是要将荣耀来归给他啊，为的是要将荣耀来归给他。所以保罗呢，当他讲完了基督救赎的恩典的时候，他里面那种感谢的心呢，就这样子又生发出来。所以他觉得
他要提醒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要让神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等一下你会看到，在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啊，他就提到了两次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事实上我已经跟大家讲了，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的这一个第一章，他从这个第三节一直到第十四节呢，他本身他就是一首的诗歌，它是一个祝福的礼赞。那所以我们已经讲了很多讲次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进入我们今天所要讲到的主题，那就是神所赐的基业。那个经文呢，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十一到十四节啊。那经文也不是很长，那我要从这段经文里面带领大家有几方面的思想啊。那我们先来读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一到第十四节。好，我们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哪里，我们都一起读。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把那原本是隐藏在天上的那个奥秘，但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到来，神你要向我们启示那一个创世以前的救赎的计划。主，当我们阅读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打开来，把我们的耳朵打开来，我们要听主你的训诲，我们要听主你给我们的教导，好叫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主啊，当我们认识你了以后，我们就能够更明白神旨意的奥秘，然后我们就能够更明白神你启示的真理，这样子就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知道怎么样更多的把荣耀归给你。求主祝福我们今天的所听的道，能够成为我们心中信仰的基石，叫我们能够在神你的真道上有根有基。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如此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今天我就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呢，跟大家我们一起来思想几方面。首先呢，我们要思想的就是我们成了神的产业，我们成了神的产业。那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在第十一节的地方呢，我们就读到了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那你一定发现在这里面，这个有一个括弧啊，叫得或作成了基业啊。弟兄姐妹，我请问你啊，如果把它这一个
翻成成了基业，那跟你刚才所读到的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跟成了基业，你觉得有差别吗？可能弟兄姐妹你平常读圣经的时候就这样读过去，对不对？也不会太注意。但其实这里面呢是有讲究的，因为那意思是不一样。如果你说我们得了基业，那就是我们得，但是如果说是成了基业，那就是我们成了别人的基业，这个不太一样的，明白吧？那我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呢？这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在这一句话里面呢，这个在原文呢，就是希腊文的这个动词这个 klerao 这个动词呢，它的被动型里面，它基本上呢用两个有两个意思。但是呢我们在中文上我觉得还不容易翻这个是我自己翻的，也不知道怎么样。但是英文呢好像是比较稍微清楚一点。这个 lot 我们知道就是像这个所谓的抽签的那英文有一个字叫 lottery， 对不对？你们都知道，那个也就是抽奖、抽签的意思嘛，对不对？那他都说 to choose by lot 这个原来的意思了。那也可以是 to receive by lot 那就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意思了那有的是借由研究呢而择定那你自己做了一个选择。那呢如果是这一个 to receive by lot 的话呢，就是借由抽签而接收或者接受那这个呢，就因为它本身在这个动词里面呢就含了这两个不同的这个意涵呢，所以有的时候呢你要真正了解它究竟它这个动词出现的时候它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么你就必须要看上下文了很多时候就要借由上下文。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那么在翻译圣经的人呢就感觉到这个字到底在讲什么意思呢，不太确定呢，所以干脆就把两个意思呢都放在这里了，一个叫做得了基业，一个叫做成了基业我讲这么多的目的是要让你了解为什么同一句话里面翻成两个几乎是完全不太一样的这个意思。那这两个意思呢，这我们看起来是不同的学者也会告诉我们他们赞同是哪一方面譬如说 John Scott、 F.F. Bruce 呢跟 John Morris， 我今天不是要上神学课，我只是在简单的带过去。他认为呢，既然保罗在这一段里面，在这个里面常常讲到神主动的拣选、主动的爱，所以人应该是被动的，所以这里呢如果从这几位学者的立场的话呢，那他会说呢，应该是要翻成成了基业，也就是我们被神拣选了，成了神的基业。那我们都知道在这当中里面呢，那你说那这样怎么能够理解到底是哪一种才对？那我个人觉得也未必说一定要说哪一种才是对的，有可能呢这两个概念呢它有可能是什么呢，是同时存在的。那当然可能我这样讲你又感觉到有点迷糊了，所以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圣经就是这样子，很多地方我们不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有透过别的经文或者是别的方面的说明圣经里面的例子让我们来看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比较能够了解这里面的意涵。那我就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们在诗篇里面的我们会读到诗篇127篇这里有一节经文弟兄姐妹你告诉我诗篇127篇讲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的赏赐。
那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一句话啊，谁是谁的产业？你回答，我听不见你的回答，但是你的回答是什么？也很明显，对不对？那就表示呢，儿女是神所赐给父母的这一个产业，不是吗？所以儿女是被动的，那父母呢是主动的，因为他们给的这一个是耶和华赏赐给他们，神让这些儿女呢借由父母呢来怀胎而生的。那所以儿女就是父母亲的产业了，对吗？好，那我让你读下面另外还有一段经文啊，民数记27:7-8，这里讲什么呢？希罗菲拉的女儿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女，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啊，那我要请问大家，那这一句话里面啊，那这里讲到了希罗非拉女儿说的，他要在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那所以这个产业是谁的产业？是谁的产业？分给他们以后，这个产业归给谁了？儿女了。所以是谁有这个产业呢？那显然的就是而变成儿女的产业了，对吗？所以是他父亲的产业，但同时也是什么？儿女的产业。那这个概念呢，那你要了解的哈。那如果你还不太清楚，我再举一个啊，就是耶稣基督他讲的，耶稣基督在21啊讲到那个凶恶原户的比喻的时候啊，他讲到啊说有一句话说，不料原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这个他的产业指这个他指谁呀？这个指的是儿子啊。啊，那所以我们从这些新闻里来看到的时候，是的，这个产业是他父亲的，但也是他儿子的。那这个呢，我们就看得出来了。那弟兄姐妹，这一个你把这一个刚才我给你列举的这些经文呢哈，你有在说，在脑筋里面再多思想一下，你就明白一个道理了。这个道理就是说呢，做儿女的呢，要先成为父母亲的产业，然后呢，他才有资格来承受父亲的这个产业。那所以从信仰的角度呢，这个也是成立的啊。那我跟大家再看一些经文啊，这个《生命记》32:9说，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所以谁是谁的产业？雅各是神的产业，对吗？雅各以色列，这个没有问题吧？啊，好，那这下面的也是，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那都讲到什么呢？讲到以色列民啊，神的选民是神拣选在他的神国里面做神自己产业，那这个没有问题吧？对吧？那但是你在46:5的时候，你念到的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那我请问你，谁是谁的产业在这里？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所以我刚才说的，我们刚才读的那个以弗所书1:11里面的那两个意思呢，它是有可能同时的存在的
啊，同时的存在的。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了神的产业，但另外一方面，神也成了我们所得的基业。那我希望如果你现在暂时听你还不是听得很明白的话呢，以后等一下崇拜以后，说不定 YouTube 上你还可以再回去再听一遍啊，也许会帮助你能够更明白一些。那当然这个是很不容易明白的，保罗也承认这个嘛，所以他说这就是那一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照着他意旨所预定的。这个是神他自己的一个计划，一个设计，所以这不是人的方法，这是神救赎计划的内容啊。那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的明白。那第二，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在主里荣耀的盼望。所以刚才讲了，我们信的人在基督里面所得到的，不仅仅是救恩的成全、罪得赦免、我们得蒙救赎而已。我们可以开始跟神有一种什么关系呢？有一种彼此相属的那种的关系。刚才说的，不但是我们成了神的产业，同时神自己也成了我们的产业。我用个比较通俗的话，也许有人也唱过这样的歌，就是我们属神，神也属我。耶稣基督也说，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啊。这种的关系不只是暂时的，而且还是永恒的啊，而且还是永恒的。那所以呢，难怪呢，保罗要说神赐给我们这么大的丰富，我们这样的卑微的人居然可以跟神有这么样一个亲密永恒的关系。所以保罗就从他的心底里面呢说什么呢？要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保罗在说，怎么可能神变成我们的基业？神这么的伟大，怎么可能成为我的基业？但是他在基督耶稣里面，他是事实，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一个很奇妙啊，这个的盼望呢。那弟兄姐妹，我们都清楚一个，就是说呢，我们跟神的关系啊，这种是关系，是一个永恒的关系。那我们人跟人之间也有不同亲密的关系，对吗？那其中在人世间里面最亲密的关系是什么啊？这个我们在以弗所书也会慢慢讲。但是呢，我想弟兄姐妹，你猜猜看什么？有很多人说是跟父母亲的关系，那不是的。真正的关系最亲密啊，那就是呢，我们跟我们配偶的关系。我们跟配偶的关系呢，是原本我们就是不认识的两家人嘛，生长在不同家庭的两个人嘛，但是呢，不知道什么这个机缘呢，我们可以放在一起。但从基督徒的立场，这是什么呢？神把我们啊这一个合而为体的。那这一种的关系呢，就是在人世间里面最亲密的关系。所以你看很多的青年男女呢，他们在要举行婚礼，要赴许终身诺言的那一刻呢，他们感受到一种的庄严，一种的感动啊。很多人，你看很多的新娘或甚至新郎都会在婚礼的时候呢留下那个眼泪，因为他知道站在他前面的这一位英俊的男士，站在他前面这一位这一个貌美这么貌美的这个女孩子，将是他一生结伴
的对象。那所以你知道，很多人都对这种的关系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所以你看婚礼呢，我们都把它办得非常的庄严隆重，而且还有很多的音乐啊，因为那是代表一种的对一这种的连结，这种的紧密的关系的一种礼赞啊。所以我们有时候看的有一些有人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他就会谱出所谓的婚姻的礼赞的诗歌了。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我要讲的就是，如果人世间，就算你在亲密的夫妻关系，了不起七八十年，结婚七八十年，那你就已经到百岁了嘛，对不对？那七八十年当中里面，在永恒来看，那也是非常短暂的，但是我们都会非常的珍惜啦。那因为那个婚礼的本身是为他们所要建立的家庭未来带来许多的盼望。那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你跟神这种的关系，刚才说的不是暂时的，是永恒的关系。那请问我们大家有没有为我们跟神这样的关系，我们常常从我们的心里面来发出我们的颂赞呢？因为神的爱，因为神的拣选，让我们可以与神在永恒里面有一个永恒的关系了。所以保罗他是从这样的观点里面来看，他就不得不，也可以说是禁不住，从他心里面来发出对神的一个歌颂和赞美，因为保罗知道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的。第三，我们要讲到信得救福音的真道啊，信得救福音的真道。保罗在这里说了，他说你们啊，这个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呢 啊。所以我们一个人能够有得救的把握，能够有永恒的盼望，那是根据什么呢？你怎么能够确信你得救？你怎么你能够确信你真的能够听到了福音？保罗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的，那就是因为你听见了真理的道。真理的道，这也是罗马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说一个人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那所以一个人他听到是很重要的，是人接触信仰的开始。能够有机会听见主的道啊，就是恩典的。这世界上有很多的地方，对吧？但不是很多的，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能够听见神的道的，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够有机会啊，能够传福音的。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偏远地区，有很多在一个这个因为受到政治因素的关系，集权管理的关系，他们是没有办法听见福音的。所以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你不单单是这一个能够听到所谓的道，你还要能够听见的是真理的道。只有真理的道才能够带出来这个人所真正需要得救的福音呢。那我要 说一点的，这个我们 都知道，最近因为我们疫情的关系啊，那我们常常在这个只能够没有办法到教会嘛，所以我们就在网络上聚会。那原则上我们说我们自己教会的人应该就到自己的教会的网络上来做礼拜嘛，对吗？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人就上网了以后呢，就看了很多很多别的教会的这个崇拜慢慢呢就他们也就这边听那边听。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姐妹，当然外面有很多的道也是很好的道，但是你要小心，
有一些的教会的道不一定是真道，因为他们所传讲的跟神的真理不完全符合的。他们有的时候他们所讲的就是所谓的有一些所谓的神秘，或者是一些所谓的跟一般的教会所传讲的不同的一种信息的时候，那你有没有办法分辨呢？你有没有办法知道呢？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雅各他在雅各书里面呢有一句话就提醒我们，他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用真道生我们。那弟兄姐妹，我知道这个东西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悟道跟信道你觉得一样吗？你说差不多，悟道就是明白道了嘛，所以才会信嘛。问题不是这样子的，问题是我们的这个世界，特别是华人，对悟道这两个字的理解是什么？我们常常看到了华人的感觉是，这个悟道呢，好像自己在修身养性嘛，对吗？修身养性，然后他们就想悟出了很多的所谓的道理，那么呢，他们就被看成是哲人、先贤，然后呢，很多人就很仰慕他们所讲的这些所谓的人生哲理呀。那我告诉大家，不管他再怎么样子会讲得头头是道、铿锵有声，但他讲的只不过是人生的哲理、哲学，跟圣经所讲的真理没有关系的。这不管他在怎么领悟但都是人的道理。但我们所讲的道理不是，我们所讲的这个道是神的真道，甚至圣经说这道是太初与神同在的道，这道就是神，就是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很小心的去辨明什么样的道才是真理的道。那我刚才说的这一个，你能够听见神真理道，就是已经是神的恩典的。如果你听了还是能够有那个能力、有那个力量去相信你所听见的道，那更是恩典的。你读完以弗所说的，你应该明白，连这样的相信的那个能力都是神加添给你的，圣灵在你里面感动，不是每一个人听见的神的话都一定能够相信的。你能够听了神的明白，并且能够用信心来回应神的话，这是靠神的恩典。因为圣灵在你里面感动你的，你能够感受到主耶稣十字架的爱向你显明，圣灵在你里面深深的感动你。那我们能够信主，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嘛。所以我再次说了，很多的文人哲士他很博学，他很精深，用了很多发人深省的文理哲学，但他们所发掘的所谓的真理，追根究底跟圣经所启示的是不一样的。那我就举个简单例子了，有很多人讲他们在讲真理的，对吗？他们也用很用生命道路，但这些语词在他们用的里面的意涵是跟圣经的意涵完全不同的。我们在圣经里面的意涵，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生命？什么是道路？我们所说的是什么？就是神的本身呢。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非常的绝对。我请问你，这世界上的这些的哲学家们，有谁敢这样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我就是道路。
所以那个里面的意涵完全不同的，一样的，很多人在讲 光明，很多人在讲良善，但是有谁能够像耶稣这样说，我就是世界的光？有一个少年来问耶稣说，跟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要怎么样子才能够成，才得到永生？耶稣问他说，你称我为良善的，但你明白你讲的良善的意义是什么吗？这就是我说的，很多很多人都会用很多类似像圣经里面的话的语词，但他并不懂得其中的意涵，他所认识的那个语词的 内涵跟圣经所讲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就是圣经里面特别要跟我们强调的是什么呢？你能够明白圣经这些的字所代表出来的那个意涵，那个救赎的意义，不是你人用你的聪明脑筋里面你所悟出来的，不是你比较有慧根啊，所以你才能够明白，不是的，人没有这个能力的，只有透过神的启示，透过圣灵的感动，你才有这个能力可以来相信神。所以为了这个，我们要感谢神呢，因为原来我们所得到的那个福音，不是人讲的好消息而已啊，是能够让我们得救的那个福音呢、啊。所以，我们当中如果还是有今天听了这篇道，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救主的，你愿意来到我们教会，我们欢迎你。或者是你也可以到你家里面附近的教会啊，那么呢去了解更多神的真理。啊，第四，我们要讲到的是什么呢？我们领受了圣灵的印记啊，我们领受了圣灵的印记。刚才我们讲了，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呢，都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的，因为是有圣灵来帮助我们、感动我们的。保罗讲的更多了，他说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使你们得了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就在他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这个重要吗？圣灵在哪里？看不见啊，圣灵看不见啊，他不像耶稣基督有形体啊，那他是灵啊，那这个重要吗？很重要啊，很重要。那这边特别讲的是印记。那弟兄姐妹，西方人在做一些的文件啊、契约上的签署啊，大部分都用签，就签字了，对吧？但对中国亚洲人或者是华人来讲的话呢，我们对印记呢，我们是一点都不陌生的，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常常看人家都在盖印，盖印啊，那这个官做的越大，那印越大，对吧？所以印对我们来讲，它所代表的意涵是什么？就是那就是一种的承诺啊，那是一种的保证。当我这一个在一个文件上面我盖下了这个章，就表示这个文件它是真实的，是我确认过的，是我保证过的，对吗？那现在保罗说了，神差遣的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呢，来这一个作为我们的保证。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应许，神应许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将来要在神的国里面承受产业。你在哪里啊？神的国在哪里？那产业在哪里啊？我们现在用肉眼看不见，但是神用他所应许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信，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一定能够得着。我们如果能够知道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圣经说的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神在我们里面已经打了印了，做了记号了。神说我们呢，这所得到的救恩是确确实实的，圣灵保惠师他已经来到，他不是一个空洞的理想而已，他是三位一体的
第三位，他是有位格的，他不是那个飘来飘去的那个灵而已，不是的，他是可以经历的实现，他是神与人的同在。今天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但是圣灵保惠师仍然在每一个信徒的心中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保罗借的这个时候告诉我们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成为印记，住在我们里面，它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真实的体验。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我若去了啊，这个我必差遣保惠师来，就是圣灵啊，圣灵要带领我们，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你要了解神的真理，没有圣灵你完全无能为力。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神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保证啊。那信仰就不会只是一个虚谈，是没有办法经验的，不是的，因为圣灵会帮助我们，会驱策我们去遵行神的旨意的。所以这样一来呢，信仰不再只是一个客观的真理而已，它还能够是我们主观的经验。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读圣经会如流泪，他会感受到神要他做的这件事情，他就去做。为什么？因为他读经的时候，圣灵透过神的话对他的心说话。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呢，他成了我们的这一个保证。我们读圣经读了很多的很多神的话语，我们怎么知道那些话对我们有产生什么样的意义呢？圣灵会教导我们的，会教导我们的。那最后我想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印记当然也代表一个物件的所有权呢，所以你有圣灵的印记呢，也一样的就证明了我们都是属于神的人呢。神的人，那所以保罗才会这样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对吗？所以感谢神。所以我们最后一点呢，我们来讲呢，就是得承受基业的凭据啊，得承受基业的凭据，我们根据的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节了。那这里讲，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啊被赎，使他的荣耀啊得着称赞啊。那神所赐的圣灵，不但证明了我们是属于神所有的，也是神对我们说，神也是属于我们的保证。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为什么保罗说是成了神的产业，或者是得了神的产业，对不对？那这里他进一步的说呢，就是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保证。天堂天上的耶路撒冷，将来的天城在哪里，天堂在哪里，我们肉眼看不见，但是他说圣灵成了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也就是神用圣灵来作为我们的担保，作为我们的职啊，这里讲到神的名或作职啊，那叫我们能够确信有一天我们一定会被赎的，然后神要把我们被提到他的荣耀里。这个是你今生你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看见的，可是将来神一定保证这将来是一定的结果。感谢上帝哦，这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才能够有的一个职，好像神说呢，我用圣灵在这里盖了章上去了，那表示神给我们的这些的恩典呢，在基督里面所领受的，神所给我们的应许，各样的丰富的，蛮有荣耀的，而且它是永恒的恩典呢，永恒的恩典啊，那。当然我们这并不是说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些恩典，
已经完全实现了，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地球上嘛，我们还是这个还活在这个世上，短暂的这个世界嘛，对不对？但是有一天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的。那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嘛，对不对？你现在要去想要买一个房子，对不对？那你现在这个 realtor 带你去东看西看的，你看到一个房子你也想要的，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就跟他订约嘛，对不对？订约呢，那你就付了一笔钱，叫做什么 down payment， 对不对？这个 down payment 就是这里所谓的值的意思啊，就是这个值的意思。然后呢，因为你有付了这个 down payment， 这个房子短期内当然还不是你的啊，因为还没有过户给你嘛，对不对？可是呢，这一个屋主呢，他已经保证你将来。你履行了这个条约以后呢，契约以后，这个房子一定是卖给你的。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你怎么能够知道将来神一定会给你天上的家呢？天上的房屋呢？那永存的屋呢？因为圣灵，神已经把这个圣灵当作值，当作这个保证金呢，就付出来了。所以你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可以回到天家。这就是基督徒的把握，基督徒不是靠自己乱想的，是因为圣经这样说，所以我们就这样的相信。所以我想这个道理应该透过这样，你应该是可以明白了啊。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能够透过我们对以弗所书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呢，我们能够更有信心。对，人世间也一样的，我们在结婚以前我们有守这个订婚嘛，对不对？那这个订婚的戒指所代表的也是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我想神就是透过这一种方式呢，来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将来在属天的一个盼望。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那我们还会继续在以弗所书里面来发现神要给我们的更丰富的真理，这些都是本来在新约以前是隐藏的奥秘，但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显明了。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这个看完了保罗的这个祝福的礼赞的时候，能够让你的心里面真的感受到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因为我们从神那里所得到的这个福分是有福的，因为有圣灵，神把它差遣下来住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有一个确据，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是短暂的啊，但有一天神给我们有永恒的家。我相信弟兄姐妹都会唱这首诗歌，叫做有福的确据，让我们就用这首歌来作为我们听到的一个回应。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我尽的献诚，杯酒祝赎回，为神厚赐，从神灵从神主写喜经，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我救主昼夜唱歌，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歌，完全顺服主，满心欢喜，天堂的荣耀现在我心，仿佛有天使天降临，报名主慈爱，并主怜悯，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歌，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歌，完全献一主，万事安宁，
荣耀的圣灵充满我心，时刻仰望主，警醒等候，满有主恩惠，满有主爱，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歌，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歌。好，我们低头，我们来做祷告。主，我们感谢你，透过一次又一次我们打开你的话，神，你那属灵的亮光就照透了我们的心。你不但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败坏，但你更叫我们的属灵眼睛被打开来，我们看见你那属天的奥秘，我们看见了主你所赏赐给我们那天上的盼望。这虽然我们用肉眼看不见，但是你却把圣灵宝会师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给我们有这样的确据，给我们有这样的保证，因为圣灵成了我们的印记，圣灵成为我们的这个保证，这个值。我们感谢神。主啊，我们知道在人世间我们所遇到的很多很多的事情，不管是这个困苦，不管是我们所碰见的这个让我们困惑的事情，但是神，我们知道这一些将来有一天都要过去，有一天我们都要被神你把我们接回天家，在那里我们就再不会有困惑，我们不再有这个眼泪，我们也不会再遇到人生当中里面那些让我们心厌烦的事情，因为神你为我们存留了那天上的基业。我们感谢神，我们愿意从现在开始，我们有更多的感谢献在你的面前，从我们的心里面向主发出更多的赞美。我们感谢神，求你悦纳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宝座面前那有声无声的祷告，神你都垂听。感谢上帝，我们将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领受神的祝福。我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一起唱三一颂。跟大家来报告一点点的事情啊，也许刚才你有发现我们华语堂今天我们那个三一颂的这个琴声不太一样，对不对啊？那其实我们要感谢我们教会的Pat 啊跟 Wayne 啊，他我拜托他们特别给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自己做的一个音乐。或许这样子的话呢就更好一些啊。那感谢神我们将来还会请他们帮我们再做一些别的东西。那至少我跟大家讲，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向 Win 向 Pat 他们说谢谢。那另外呢下礼拜的信息呢，我会暂时跳脱开来以弗所书啊，因为下礼拜是我们的农历新年中国新年，
那所以呢，牧师要准备一篇有关于新年的信息来跟大家一起来交通啊。那也盼望弟兄姐妹在这一个礼拜当中有机会啊，可以到，如果你需要一点年货的话，你可以到这个超级市场啊，华人市场啊，那么去买一点东西啊，给自己有一点过年的这种一种的一种气氛啊。那当然下礼拜还没有完全到啊，不过离过年呢大概就还有几天的时间而已啊。这也是我们华人的一个特别的情况了啊。西洋人只有一年过年，但是我们可以有两次的过年啊。好了，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了啊。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啊，感谢主。那我们下礼拜同一个时间啊，我们在网络上我们来敬拜神，我们默祷以后散会。Thank you.